带你去冲浪。视觉的冲击，很加油！威廉省欢乐颂情人节特辑，下个礼拜就是情人节啦，所以呢，我要把我心爱的礼物献给我最心仪的女神。威廉哥，我来了，谢谢你还把我当你的心中的女友。怎么是你呀？我在等的是女友，不是女佣啊！你穿这样子不冷啊？还废话，你还穿我的衣服，不就是在你的身上啊？不然我冷成这样干嘛？不好意思啊，因为哦，我还是惊乖啊。刚刚看你挂在椅子上面，我就拿来穿了。哎，御寒就不御寒吗？拜托一下，我们哦情同兄弟啊。我今天哦是要跟我的女朋友约会啦。女朋友？啊，就拜托你。不是你啦，你是女佣。哎，我好期待哦，女朋友怎么还没来啊？女朋友，女朋友的在哪里？在哪里？来了。小月。这是给你的。嗯，好香，跟你人一样香。哎呀，哎，你穿上会冷。哎呀，谢谢玉玲。对呀。哇，哎，干嘛啦？还有我。你穿这样就很好了啦。对呀，哎，拿来拿来拿来。哦，谢谢你，这么冷的天还让你来献玫瑰花给我，在这里祝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。我特别有贵重的礼物要送你。嗯，对。你开心就好了。太来了，人爬过来。自己的佣人啊，每个月我转背面，每个月负担很多钱。转背面。OK OK， 这个哦，是我上次跟懒懒啊，我们在 pub 呢，就是共度了一个夜晚。但是我对他没任何感觉，我脑海中想的都是你。我就想说要准备什么礼物。说一个，你讲讲啊。然后呢，我就准备了这些礼物。我是躁郁症是不是？干嘛演这种古怪的角色？我们台上就录快一点哦，啊，赶快呢回房间，好啊，你一杯我一杯，啊，喝醉也不用担心，喝醉我们就直接坐。坐什么？坐车啊？坐什么？我没上车啊，我没上车啊。玉玲哥，嗯，送我这礼物我非常开心，谢谢。我也要，嗯，给你一份大礼。你要给我一份大礼，该不会就是你自己吧？还没有，那个，我们可以一起去找礼物。哦，我懂了，我懂了，你愿意陪我一起找礼物？是啊，那是莫大的荣幸，太开心了。虽然是找礼物啦，今天呢，你看帮你安排了女佣，对不对？我还呢安排了礼车，礼车来了没？加长型的哦，我千交代万交代，小月不是普通的女神，一定要那种加长型的，要让小月走得风光一点，不是坐得风光一点呐。在那里来了啦，来了啦。起接待，对啊，玉涵最尊荣的礼遇，加长型的礼车，你把我家这一台开出来干嘛啦？不就是你家常用的车吗？加长型啊，加长型啊。我真正会在后悔的，真的。上次我们是有用代驾 APP 吗？是。所以我请了代驾司机呢，去你家把车开过来。哦，那他我就放心了。对。素质很高，非常好啊！人呢？人呢？在那边。啊，辛苦你了，哎，谢谢你。那个花盆要送他的吗？拿来的，哎，对啊，不好意思啊。他刚刚有再买一杯。啊，真的吗？真的。啊，太感人了。我买1100、1100、1100。啊，走开啦！哎，听众啊，谢谢你啦哦，这么辛苦还去我家把我车子开出来，跟各位再次推荐一次，我们台湾代驾先生素质最好。为什么今天没有地毯？上次有呢。上次还没有拿回来。你干嘛讲出来啦？人家观众都以为我得到尊爵般的待遇的呀。那就上车了，来，我来帮你开车来。什么？我帮你开车？你帮我不开车？来，坐。嗯，来。暂停一下，先到我们的右下角按下订阅，支持我们的威廉省欢乐颂。玉涵，你真的是办事不牢哎。我家那么多车，随便就弄一台跑车出来就好了。你要跑车有啊？当然要跑车啊，在这里啊。你穿上车就可以招车了哦。
是安尼，伊干嘛偷偷笑？我要那种跑车，你给我请坐。啊，你讲你要招车？啊，是我讲跑车、跑车、跑车、招车，这个工课是做专业，那个技术要很好。就像我们前面那位代驾先生，代驾先生好。哎，人家不是开玩笑的呢，开车很平稳，相当的舒服。哎，代驾先生，我问你一些比较专业的啦，你有碰过情侣在后面车震的吗？比较少，通常都遇到。比较少。哦，所以你没有经验过有人在后面车震，那我现在可以给你看一下啊。一般什么情况之下会找代驾？他们就是微醺就会找代驾。微醺？那微醺一定常坐你们的车啊。哦，所以微醺的，然后银发族也会找你们代驾。也会，或者是汽车美容、汽车保养。哎，你最近不是有拍那个潜水美照吗？你最满意、最性感的一张是哪一张？哎，要性感哦！有的满意，结果你给我穿道袍，穿道袍下来。哎，你真的好像美人鱼哦！你看他这样子，哇，根本就是美人鱼。哦 ，mermaid， 哎，哇 ，mermaid， 美人鱼一定要摸美的，所以呢，美人鱼叫做 mermaid。你先天就稍微带黑一点。我是很容易晒黑，就上岸、下海。下海。你在哪家酒店？我跟你讲，因为你喜欢海呀、啊，喜欢水，所以呢，我今天算是投你所好，带你去冲浪。我负责冲，啊，你负责浪。哦。你会浪吗？当女人爱上一个男人。通常不是因为他有车有房，而是因为他懂得把女人捧在手掌心，用尽所有的心思去疼她，而且又有车有房。哎，到了，大家先生，那个费用就从玉涵的 APP 里面扣，你可以帮我把车开去美容一下。好，可以哦。啊，我在这边大概逗留40天哦。太久了吧？44个小时啊。哎，进来啊！哎，刚刚秀走得真好。嗯。这才是人生嘛！来喝一口，来！哇，今天哦不得了，哎，情人节，然后可以跟两位女生，两位美女，哎，然后一起坐在这个躺椅上面，夫复何求？我跟你讲哦，你们不要说啊，我就让你们自生自灭，哦，自己去外面冲起来了，我还帮你们安排教练，真的，没有啊，教练，我刚好听那个你们老板阿威跟我讲。他说他一出生就会冲浪，这么厉害，真的。他妈妈生的时候是比较时髦啊，在游泳池。他一生出来，咻！哎，不对啊，那这样我的服装就不对啦。我看他们都有夹脚拖呢，啊，夹脚拖来了。哎，啊？你是有病是不是啊？你把我当老鼠哦、喔？有什么问题啊？啊，我的游泳裤呢？对不对？那海滩裤不适合冲浪啊。我不是有一条四角的游泳裤吗？哇！你是有形状障碍是不是？明明就三角。四只脚可以穿。四只脚。对，四角。天哪！这有什么问题啊？是不是四角裤把两件三角裤缝在一起，它就说成是四角的，怎么穿？你把脚穿进去。对不对？哎，真的可以呢。视觉的冲击。很尴尬，不要了，太狂了！干什么？太狂了！而且我发现可以直播，我们两个一起，我往右边走，往左边走，一二三。好，这里比菜市场还吵，但是没关系，我们尽量大声一点，大声一点，大声，大声一点。大声一点！你大声还会破音哦。好，来，请教练帮我们来讲解一下。这边是板头、板尾，两只手。头尾。对。抓两侧。手都烫了。手都烫了。左右烫是方向。左右。
这一步好难好难，哎呦，哇，厉害厉害厉害，可以可以可以，可以，很棒很棒，掌声鼓励。啊！很棒很棒，哇，厉害厉害厉害！没有，玉涵抱不到自己。好，换小月 ，Take one。哎，可以可以 ，hold 住 hold 住，可以可以。小月，你成功了啦！哈哈，跪的有点难，我们跪的很难。我们找另外一个教练来教你们站起来。好，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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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可以可以可以。有，啊，放弃，怎么样？刚刚感觉怎么样？好玩，但平衡感要稳，要稳。刚刚你在上面对围棋的时候哦，小叶说，他的腿好美哦。你表现得非常好，100分。肚子饿了，对不对？对。赶快去吃饭，去吃饭。太幸福了，再过一周就是情人节，特别为你们两位不得了了，情人节大餐，媲美餐酒馆这样的一个美食。对。好，既然叫做餐酒馆，女生嘛啊比较适合喝美酒。对。好，不太适合喝太浓了。来，说美酒就美酒，来，美酒。我学台湾啤酒都喝过，有韩国啤酒、泰国啤酒都喝过，但我跟你们打包票，绝对没有喝过丹麦啤酒 Denmark 这罐。这不是丹麦的啊，他们这一瓶在本店就是丹麦啊，你要叫一手他骂你，我跟你讲没兴趣是吧？没兴趣。来，我跟你讲还有什么。你还有？没有，开玩笑就开两次就好，一直开玩笑也不是办法，对不对？长岛冰茶 Long Island， 酒精浓度超高的。对，来长岛冰茶。为什么只有这样一点的？哦，我就说它是长岛冰茶啦，因为它常常倒掉啊，它来过程已经倒36次了。好啦，讲真的啦，因为这个是这样，这个老板哦，他很给我面子，本店只有唯一一支。从那个苏格兰来的纯麦威士忌，50%，50%，我是说酒了，剩下50%了。哎，你假装喝酒，然后很享受的感觉，来演技大考验，来。它好豪迈，这个有点像老农民的研发，你如果再把脚弄上来，就像老农民了。然后你都会这样，小孩子喜欢在旁边看，说，哎，这个老农民怎么一直在酗酒？啊，然后他会盯着小孩啊。快呀！这样子是不是要讲这句话？没有，不可能。换你演，你演老鸨。是。好的。来，你可以表演忽而高潮，忽而低潮吗？人生就像有高潮有低潮，就。你这条狗，你神经病吧？这样才有气质嘛！用叫的是演技当中最困难的一个部分。来，哪一种叫？尖叫还是吼叫还是怒吼？啊，你知道的就是那一种叫。来，我不知道。来，你可以演。来，预备开始。桌子让扶起来的。好了，开动，开动，开动！我们要请这里的金崩端。
老板阿伟。你好，我跟你讲这个餐哈不得了，因为在我们这个冲浪场有这么精致的美食。但是我要请教你一个问题，你坐在这边不会热吗？这个烤炉，我这个算是凉感。我怕你等一下气化了。讲着讲着，整个人不见了。这个是什么？熏鲑鱼沙拉。啊啊，这个有没有什么独特的地方？熏鲑鱼很新鲜。然后呢？我是熏鲑鱼。你再继续给我讲无聊的废话。你们都没有跟我讲好，我都不知道讲什么。啊，你自己的菜我还要跟你讲好。我也不会做菜啊。嗯，是弄得还不错。哦。这个青酱的面疙瘩很好吃。嗯。这个是我们独特酱的一个牛肉串。嗯。这个也是我们客人非常喜欢的。这个酱是他们特调的。对对对，你们可以试试看。谢谢啦，啊，这个给我们。这么一个新的一个休闲的住所，又可以放松，又可以吃美食，还可以喝美酒，美酒，还有爱啤酒，还有龙。你们这里到底有没有正经的酒？有啊有啊。啊，为什么我拿到都是这些？他们说要拿空瓶的。你看，哎呦哎呦哎呦，那什么？这盆栽提拉米苏，这可以吃的吗？哈，可以。咖啡这其实是很饼干，有点吃起来有点像是 Oreo 的感觉，很棒。那就是 Oreo。有没有想要这个奖的？提醒我，哎，玉林哥，我准备一个小礼物，是给下一集来宾。对的。那你提醒我，要不然下一集怎么办？你可以再送一些长岛冰茶。这是什么？就是浪板菜。嗯哼。哒啦，而且它很美。嗯，哎，冲浪板我都没想到呢。谢谢你帮我们想到这件事情。对呀，谢谢你，这礼物很棒。谢谢你陪伴我度过情人节的前夕。需要玉涵做副驾吗？玉涵做副驾，你要给他800哦。啊，才800？怎么只配800？你讲国语就可以了。台湾代驾哦，是在找代驾的时候有挑颜值的吗？啊！你想干嘛？等一下就会载我回去，好，我顺便也送你回家。好，嗯嗯 ，OK， 谢谢大家先撑哦。嗯，台湾代驾 Number One。来点音乐。哇！干嘛？干什么啦？不是，你在看什么吧？啊，你看不出来我在偷开门。我看得出来，这样不 OK 吧？刚刚打电话给他说我们要来了，对不对？对啊。啊，他说他在泡澡，还要我晚点来，还当着我空哎哦，还晚点来。今天的观战重点就是直击女神泡澡啊，但是奇怪怎么都打不开呀、啊？因为你刚才这吓死人啊！你怎么自己开门？啊，你不是在泡澡？有啊，泡澡茶养生哦，你要不要喝一口？你干嘛是想拿拖鞋打我？妈的！你塞这个梗？对呀、啊，哎、欸，越来越精哎，是不是？啊，你骗我在泡澡，害我红挤成这样，啊，结果你在泡红枣茶。对呀、啊，喝一口试试，有没有甜甜的爱？哇、欸，比你还甜哎，嗯，这样就不对了，玉涵。上次我跟詹老师去拍过你家，对不对？对啊，但是不是在这里哦，你是结交有钱人哦。没有、啊。你怎么有办法换成豪宅啊？没有，这只是一个小小小租屋处而已。人家外界都传说你跟档仔在一起。没有，谁说档仔？档仔不就你吗？对，我们不要这样哦，我们为人哦清白一点，你不要为了钱哦，然后去牺牲自己的肉体。没有，他比较跟老档仔。我冰清。外面讲的很难听，说那个档仔已经65岁。哇塞，刚65岁，要就跟我就好了。我告诉你，啊，干嘛啦？好了，好，进来 ，OK， 好，哇，哎，哇，玉涵，怎么啦？是不是之前去拍你家，你那个整屋子还没有一个客厅大嘞。对，你发达了，真为你感到开心。还没有到发达啦。哎，你也不要那么自恋好不好？在家里面还自己看自己，我看电视怎么黏黏的？哦，没有黏黏。没有吗？你怎么黏黏的？怎么会黏黏的？欸、好久以前嘞。哎，对呀、啊，啊，那时候你比较胖。为什么以前那时候那么胖，你知道吗？因为他想我想到很难受，然后
现在比较没那么，现在比较没那么想我了。外面都说你交男朋友是真还是假的？没有啦。跟镜头讲说你没有，因为很多网友很关心。我本。谣传呐。谣传。谣传谣传。你这个屋子真的非常好，屋况也非常好，而且还有副车位。没有啊。没有吗？有啊，哎，我就调查过了。你看这边不是有一车？对啊。有。正好可以停一台摩托车。哎，啊，你这个车好特别哦。我就是北七吗？啊，你怎么会在家里面搞停车格？没有，那是你用的。哎，我是有礼物要送给你的。我跟你讲啊。什么什么？我好奇，你不要让我摔礼物哦。好，答应我，你看了不要哭哦，好不好？你一定会很感动。三二一。这是你跟谁的结婚照？事到如今，我要跟你坦白。什么事？在你离开我的这段时间，我爱上别人。那你这个要送我吗？就是那我可以做一件事，让你死了这条心。不行不行，雨涵雨涵，你不可以这么做，雨涵啊！心如刀割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子对我老婆啊？你的报复心好强哦！真的，你现在只要告诉我说你还爱着我，我就马上跟他离婚。玉林哥，我永远爱着你，心中只有你一个唯一，你就是我的唯一。马上完。喂，安西，我们离婚。这样就对了。这是一个什么幻想？神经病！玉涵，你一定会后悔说刚刚哦，失了太早。对不对？这样不就好了吗？真的啊，这个也好啊，有一个裂痕就代表我们曾经轰轰烈烈过一场，爱过一场了，轰轰烈烈一场。冷静点，冷静点。听说你当时找这个房子的时候有把我考虑进去，这房子非常大，我知道在我们分开那段时间呢，你一直期待我能够回来。有一半的名字是你。对呀、啊，我知道啊，他每个月都在付贷款，我怎么会？不能说，被讲这个会播出，继续讲。哎，有在拍啊！不要再说这样，人家外面访传会以为是真的。哎，本来就是真的，你在害怕什么？跟我在一起，你怕被人家笑是不是？不会，我会走心哦。我是真心的。哎呦！你最近是吃到木雨柔的口水？我没有。这个火力全开，干嘛 ？OK 了。你看久而久见火。我一定会判你有罪。好了，来参观一下我们的屋子。我跟你讲，屋子里面尽量不要搞这些植物。真的吗？不好吗？哎，没人跟你讲哦，你宁可放花，房东没有花，妈球球会花。啊，你现在放？为什么你每一个都可以扯回这？哎，上集好像有一集也是这样子。对对对，门口没有花，妈熊也会花。哎，他有一个瑜伽垫。哦，对，因为我平常喜欢在家里运动。两个人可以一起做吗？可以，双人瑜伽。哎，怎么弄？你听我地址，啊，等下记得要包红包给我。啊，张那么开，我会害羞呢。不要害羞。不好意思，刚有一只苍蝇飞出来，不好意思。OK OK。你说让它柔软度可以比较好一点，可以先拉你。哦，有，再过去一点，再过去一点。不行了，我硬了，硬了。对，不要乱讲哦。不是啊，我的那个啦，背腰啦，腰跟背硬了，然后我呢，那，哎呦。你干什么的？见不得我好！不是，我是在救你。啊，对对对，不行，我怎么会来这里？你讲旅游啊？对啊。哎，我玉涵，我刚是不是试图想亲你？对对。哎呀，我怎么干这种事呢？这个问题我也想问，我也不明白。来，我们来参观。好了，参观房间。哎，那第一个参观的是？当然是我们的新婚的房间。新房 ，OK， 哇，好，哎，真的，怎么了啦？真的没有白疼你了，对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哎呦喂！我现在在拍什么节目？对不起。我如果活到这把年纪，还会被这种虚心假意骗的，那我就白了。什么？我是虚心假意？我跟你讲啊，真心真意。我的生活经验告诉我啊，在我没有进到这个房间之前呢，我极度怀疑。什么？你要怀疑？你都睡那边，这边一定是睡别的男人。我闻看看有没有别的男人的味道。还好，感觉是新的。但是呢，有可能你换过枕头了。这个床垫是骗不了人。
好，让你检查。只要一打开，搞不好就被我看到男人。好，你检查。啊！怎么了？照片。不是。雨涵，雨涵，雨涵，你竟然没有背着我偷吃？你把别人的照片放在这里？他这是谁？什么？没想到我不在的日子里面，你都把它放在这里。没错，太想你了，日日夜夜，所以就放着它，然后每天睡觉就这样子。越来越不快，而且妙的是，本尊在现场，你不亲本尊。不行。然后你宁可亲照片。擦的要帮你擦的好吗？哦，很香哦，哎呦，香香的，对呀、啊，我帮你闻，这是你。我今天是，我今天是干嘛？遇到狐狸精了？今天是情花姐，对呀、啊，快点清醒一点。对呀、啊，哎，不行不行，我要清醒，我要清醒过来。不用怕，全是幻觉。这个就是你的衣服了。对啊，这边。哦哦。这也是冬装。哎、欸，你还记得有一件大 S 你曾经穿过的吗？哦、你忘了吗？哦，就是这一件啊。当时我记得那时候寒风刺骨。你是披着，你是披着。对，然后我就披着。然后呢？好，然后你就现身了。哎、欸，冷成这样啊！你怎么穿那么少？哎，你穿我的衣服，我会冷死的。啊，你穿这样子不冷啊？啊，废话，今天你还冷我的衣服，不就是在你的身上啊？秘密都会藏在抽屉里面啊，是吗？啊，因为挂到外面的，一般就是比较普通的啦。哎，刚刚还说你很单纯，没有吗？这个就你还说你心中只有我，前出后戏，节瓜啊！你放在这里面干嘛？节瓜，不小心迷迷糊糊就把它放在这了啦。啊，你在羞辱人哦！你明明知道我没这么大，我说我的手啦，对呀，好说好说。啊，你都用。这一头啊，用这一头，看心情，嗯哼，看看说先用这边切还是这边切？哦，吃的时候啦，对啦、哦，因为有人喜欢吃这一头，有人喜欢吃这一头了，不要一直聊这些。装潢一个房子就像是帮女朋友穿上她适合的衣服，用心搭配出最可爱的模样。然而遗憾的是，你没有女朋友。嗯，哎、欸，这可以生吃吗？可以啊，这洗洗可以，甚至切切就可以。我不相信你吃给我看，我才不相信呢、欸。那什么东西不？哇塞，是真的可以生吃哦。有人，我认识一个艺人，他哦可以吞拳头，你知道吗？但是你嘴没那么大啊、哦，不要吞拳头啊。那你吞节瓜，我看看。没有办法。就这么简单，你看啊。哇塞，你可以耶 ！Oh my god！人家都说什么玉涵是靠挤的，我跟你讲啊，是不是用挤的？看他原本的 size 就知道 ，nature 的，他天生 size 就是这么大，对不对？这一看应该就有 B 吧？没有 C，C C lemon，C C lemon， 大 C 小 D 还是小小还是大 D 小 C？ 想要不要坦诚？来，你讲一下，就小 C 好不好？我以前不是讲一个名言吗？说热狗没有狗可以接受吗？啊，婴儿有没有婴有，婴儿也可以接受。老婆饼没有老婆也可以接受。对啊，胸罩里面没有胸，那怎么可以？哎、欸，整个感觉不错，但是就是空气当中隐隐约约哈、哦，一点小小的霉味，有可能是怎么样？你太节俭哦，就平常没有在开冷气除湿。我跟你讲，你这边需要一台好的洗衣机。真的吗？哦、洗脱烘三合一，对不对？哦，这个最好了。哎、欸、啊，衣服呢就干爽这样子。对。啊、哦，哎、欸，我今天来哦，礼物层出不穷啊。真的吗？哎、欸，我洗衣机也带来了。好。对呀、啊。来来来来。对呀、啊。在哪里？在这里呀、啊。什么？洗衣机啊。这是什么？
而且这是洗衣机。刚刚趁你在尿尿的时候呢，我已经手工做的吗？帮你洗好一件了。哥，你洗的哪一件？对呀、啊。为什么有流苏？洗的好像很酷。我跟你讲，洗的干净干爽，感觉就是不一样。对不对啊？你看，用壶闻起来就是干净的味道啊。好，这是新的啦。啊，好了，这也没什么，这是泳裤啦。对啊。好喽，别闹喽，记得右下角追踪订阅，开启小铃铛，支持威廉审判的送。哎、欸，这是你工作的地方。当然喽。来来来，哎、欸，一楼一凤，啊、哦，一拜拜吧。没有，没有乱讲。那是较早，即摆唔啦。无，即摆嘛无，你看起来哦。弄一个五千块，弄一个五千块，弄一个五千块，阿贵明明两万个。太贵啦，我这三个声都装出来啦，太贵。哎，你来三来口听做贼吼。那四个牙呢？没有，刚好在整理啦。哦，你家来三。这个有病吧？刚刚那个太粗，你没办法表演。这个你总是可以一口的吧？那你吞节瓜，我看看。没有办法。青菜已经基本上都是好吃。你干什么？我肚子还有点饿。答应我们一件事情。好，什么事你先说。等一下呢，泳装秀，因为观众在期待这件事情。好吧。本集观战重点：御寒泳装秀。答应我们，上次云溪是穿了两套。不能输给他，对不对？我穿三套。你身为我徒弟，对不对？你好多，多赢他一套，好不好？好，各位期待。我们等那个房间参观完，还是你们不想看房间呢？直接来就对了。把这间看完，我们再看一下，看一下。哦。怎么样？哎，你有发现我特别喜欢刮的吗？为什么一个吃一直四处在吃啦？哎，吃蔬菜有益健康。对，我这个人哦，鼻子非常灵敏，女生有些怪怪东西，我就是一定感应得出来。而且越靠近她的时候呢，那个哔声会越来越大声。你看这边就哔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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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哔你吉娜姐哦，四处在藏条状物。欸、对，你喜欢吃香蕉不是吗？我常常跟你工作，你都会背着香蕉。到底要摆多少东西在这里面？你一口我一口。做到做到，好不好？哦，你说比基尼是不是？观众期待的比基尼，好啦，三连发、哦，所以点阅率要300,000吗？30,000起跳哦。什么30万？这期何止50、100？我预期要300万。300万，哇塞，300万，他妈是我们的记录了。一套100万，一套100万，三套就300万，三百啊！但是时间不限哈，就给你30年的。2050年的时候，对，2050年的时候，我们这个就是瓶中信，你知道吗？2050年再打开，看有没有满300万。来，御寒泳装3连发。你为什么做成这边那么爽？嗯，对啊，开心啊！御寒在换泳装啊。哦 ，OMG， 哎 ，OK 了，哇，不得了，不得了，太惊人了！哎呦，宇哥。看到我们两个颜色是不是很像？哇，都是粉嫩粉嫩色系。哎、欸，没想到在家里面穿泳装还可以穿出这么性感的感觉。而且还在这个对呀、啊，在看动物走秀。哈哈哈哈哈。我跟你讲哈、哦。真的看人穿在他身上呢，就是有一种阳光灿烂；穿在别人身上啊，奇怪，看起来就啊，感觉是他印在那个槟榔盒上面。啊，我不是哦。你这个就是感觉就是巴黎时装周、啊，是不是真的？你好会讲话。对呀、啊，哎呀、啊，好棒哦！我们迫不及待呢，要去看这个御寒哦，差点讲成。你想要讲谁？你又想讲谁？我要难过喽。我差点又讲成梦姐，梦姐，梦姐，我好想你哦，梦姐。哥哥，不要听，御寒泳装 round two。哎，哎呦喂呀，哇，哎呦，是不是？请问这套真的可以去游泳吗？这真的可以下水，这是都是泳衣好吗？穿好看。你有穿这套去游泳过吗？今天这个套算是。还没有下水过，而且是你们开箱给你们第一
哦，看是不是为你们精心准备？秋冬最硬、最潮流的一套泳装。等一下，你刚刚的硬是？最硬呐、啊、，IN 呐、啊，哇塞！哎呦，欸、奇怪，他们随便站吼，啊，为什么我站不住这种趋势出来？而且你变小，电脑变扭。哎呦哎呦，汤哎，他、啊、第二套都已经这样，那第三套不是更特别？哎，有人拍吗？可以，当然可以。来，我们期待玉涵的第三套 ，Ready Go。这怎么回事？哎，稍等一下哦，来点音乐。哒啦哒啦哒啦啦！哇！是不是厉害了喽？太令人吃惊了吧，玉涵？是不是？我说我不会让你失望，不会让观众失望的。啊，这个也是属于可以去游泳池的吗？可以，它真的可以。啊，你也穿这件去过游泳池？去过，真的去过。嗯哼。嗯哼，哈哈哈哈哈！不是，怎么了？非常感动啊！真的，玉涵呢，啊，带给我们大家满满的欢乐。啊，我跟你讲啊，你烦恼了那个礼物问题呢，我已经帮你想好了。刚刚你在换泳装的时候呢，我已经呢准备好了。啊，你在我家收了什么东西？对，我刚刚就干了一样东西啊。什么东西？那个对你还好啦，当然还是要征求你的同意啦。好。哦，总不能说，哎，来人家家里面给人家拿。你已经装进去了。你什么时候装进去了？刚刚你换泳装我就装进去了。这太迅速了吧？但是还是征求你的同意啦，好不好？来，好。啊，这黑黑的是什么？哎，这个，那件大衣。喂。你竟然拿我的外套上次那一件，因为上次我穿了以后，哎，果真很御寒。御寒啊，对呀。然后呢，哎，现在冬至快到了。对呀。哎呀，我觉得下一位来宾呢，可能真的需要御寒。好了好了。那最后，因为我在赶时间啊，在离去之前哦，本来我们有个安排是说，啊，要参观你的浴室啊，现在因为时间也不早了，啊，既然你衣服也穿好了，你就直接穿这样去泡澡啊。哦，也可以啊。我们后面要有上字幕的时间嘛，对不对？那你就泡沫啊，就做几个样子啊。我已经整完就送我，继续再给你大声的，对啦，对对啊，加码再加码 ，OK， 好，我先赶去下个行程，拜拜，送大衣。谢谢主编各位工作人员，记得下次节目再邀约我哦。今天我不是跟他来晒恩爱哦，点点滴滴。我的确是在晒恩爱。哇，这集好危险，好危险、啊，这样太危险。这集播出当天，我要取消我家的网路。对，对呀、啊，你是大哥很早就要做的。你跟他讲，他在搞人在拖。怎么有病？我在擦防晒啊！基隆河，拿这种天，你窝在这边涂什么防晒？夏天就是这样，看起来就是要去海边，就是要涂点防晒才可以啊。他拜托了，你算是啊，夏天第一个穿比基尼的人，全台湾。现在就是夏天，你猜现在几度？现在几度？现在几度？几度爱你爱到无法度。还有怎么这么猥琐？哎，我讲真的嘞，我录那么多影啊，因为夏天女星哈都要穿比基尼嘛，你真的是第一个。嘿，我是第一个处女，开这个风气之先这样子，对呀、啊，很久没有听我讲笑话了，对不对？好久，会怀念，会，我的笑话会回甘哦，会，啊，久没听哦，就是会痒痒的这样子，会，对呀、啊，哎、欸，一见面哦，给你一个见面礼，我们先来个笑话这样子，不要给我雷的，笑话笑话来，啊笑来，笑，哎呦喂、啊。你给我笑起来是这样，萌拉一下的笑。笑话啊，这是话，对不对？对。啊，我们笑话啊，哎呀、啊，跟下腰一样啊。我真的是下腰啊，就是吓死你，吓死你，这是下腰啊。啊，笑话啊。好吧。哎，你好像不会大声笑那一种啊，你比较。哈哈哈哈。来，玉涵，走秀 ，Let's go。哒啦哒啦哒哒哒！今年夏天，第一款比基尼
问世的玉涵为了今天给观众福利呢，特别花了5000元。是这样啦，穿比基尼但是不会游泳，就是像有的人穿那个跆拳道服，但不会跆拳道一样。对，可是我真的有经历，就是真的想要学会泳，可是我真的有恐水，我有试着真的有游泳。你有恐水？会有恐水症的人，就是小时候被狗咬过。不是吧？是溺水过吧？得狂犬病，狂犬病患怕水，你知道吗？我一个朋友真的啊，被深山的狂犬病的狗咬到。对呀、啊，山里面的狗哈、哦，它咬人的时候它会叫。他说汪汪汪的啦，汪汪的啦，的啦的啦。神经病！玉涵来我们节目大概是最多次的。哎，对耶。总共我们不习惯跟人家讲话哦，都一直要抬头。对，我喜欢女生就是身高差不多这样的，这样子。对呀、啊，他来我们节目多打5次，你看哦，超过吧？点点滴滴我都记得。点点吗？面包对不对？对对对。然后热炒店，有讲那个酒后代驾那个，对。然后又去那个冲浪，哦，室内冲浪，对。室内冲浪那一集你穿的好辣，一定要回味一下。哎呦，啊，金源电子那一次真的是啊，委屈你了，对。那个、还好啦，真的没什么。帮灯威在澄清一次，他们灯威好可怜哦，灯威到现在哈、哦、一直被人家讲。真的假的？对对对，看不起头来。真的讲就是那一集真的。我们都不是雇，我们这是敬业在工作，而且他真的没有故意要侵犯。对对对，真的，大家不要误会他哦，他是个好人。对，他现在唯一能挽回的就是把他的右手掌剁掉。哎，不要讲，这样太残忍了，他不是故意的，好吗？他有一次去拍你家。印象深刻，就是到处都藏那个条状物。对，你们真的是。对，所以我跟你讲哈、哦，今天特别哈、哦，今天有一个东西要跟你分享。来，打开来看。哎，这是什么？你知道吗？这是。天哪，这也太高级了吧！这是 YouTube 颁给我们的银牌奖。好、啊，这个要有突破10万的订阅。好、啊，来，威廉省欢乐颂 for passing。10 subscribes 啊，不用那么麻烦。1000 subscribers。你刚被笑死了。因为我的英文是在山东学的了，所以有一点山东腔啊。哎，你们那个 model 的基本训练拿奖牌走秀，这个你也会吗？哦，拜托，我什么都会好不好？连鞋子都会，眼镜也会，好不好？哦，真的假的？连你我也会，好不好？这种东西，来，拿牌走秀。哎呦，哎，现在为大家展示的是我们订阅超过多少？10万。所以呢，我们得到了银牌，恭喜恭喜！拿雨伞走秀，我就不相信这你也有办法。哎，哇塞，哎呦，哎，来，拿鞋子走秀，哎。现在为大家展示的是宇哥的 Nike Air Force， 这是这今年时下最流行的鞋款哦，百搭款，连我脚上也有一双哦，复刻版。谢谢大家。最难的拿箱子走秀。有礼物要送你了，对，礼物。哦，对对对，我觉得这礼物很特别哦。云溪你认得啦哈、喔，拉拉队那个云溪，那这样黑一定不认得。对，你有去看哦、喔，拉拉队云溪。我上次跟他去五宝村那里。哎，啊，哦，五谷嘛，对不对？五谷什么？我还泸州嘞，五谷。什么五谷？这是面包啊。好啦，我跟你讲，因为我不喜欢骗你啦哦、喔，别人我常骗，但你应该是去面包店买的。但你我就不。你怎么知道？我拆穿了。那你整个小小我都呆了。那天结束，我坐高铁，我咬他没缝。我跟讲了，因为我看着看着哦，他就是感觉面包有灵魂，你知道吗？然后对我呼唤来叫，来叫，来叫，然后我就吃吧。对啊，我有跌倒了，这样子的啊，但是因为说好的面包要送你啊，五宝真的没有了，但这是无常凯的。吴长凯，你知道是谁？大凯。你们如果翻阅我3-5年前的相关录影，哦，对，大凯，大凯那时候在追他。哎，啊，言归正传，你大热天把我搞来这里要干嘛？哦，因为我预约了那个冲浪。哦，冲浪滑水啊，怪不得要带淡水喝。我吓一跳，我以为你是对我有什么怨念，你要来这边给我抓交替。有时候我们在河里面哦，哪怕只是在岸边而已哦，啊，下去，那突然会有。都假的怎样？真的都这样子。对呀、啊，然后突然醒过来，原来是在做梦。你下水之前要好好的训练你啊，因为你不能这样子哎，扣溜溜啊，傻傻就下水了。要先做这个协调训练，来一个口令的动作。好。
来，他赶快来嘞，槟榔叫出来。啊，没有，我们现在不鼓励吃槟榔。好，你如果十秒之内没有起来，就直接丢进鸡笼盒，而且是用这个垫子把你包起来，御寒的身体协调性的展示。3、2、1 ，Ready Go！ 加油，加油，御寒，你中啊！御寒，我要快站起来。哦，你要站起来？当然要站起来，不然我叫你在那边干嘛？你是眼镜蛇哦。呵呵，没办法。想办法啊。哇！哇！哎，先，哎，对对对，这样可能还有一点机会。来来来。喂，嘿，可以啊，这一哎。哦，就是这样子，就这样而已啊。香蕉哥，你来试试看，奇怪。真的吗？对啊，他好像肢体真的比较协调一点。来哦，香蕉哥，好，为我们展示来。Ready Go。先翻身，翻另外一边。他这样好像……他现在想一下怎么弄。对对对，哦哦，哎呦喂！啊，好像好像师傅练成。哎，怎么有点凄凉啊？不容易，不容易，来，不容易，怎么那么难啊？奇怪，哎呦，哎呦，可以可以可以，对呀，你这大哥很少这样做的哦。来啊！预备开始。我怎么看到一个蚯蚓在那边蠕动啊？你可不要，你在哦，你现在是那个吗？蛙人，当兵的蛙人。你看到一个老人在喘气。哦，不行不行，哎，好像真的不容易哎，还真很难哎。好，怎么了 ？OK， 我跟你讲啊。这个只是最基础的协调训练。那还有什么训练？我们到下面去，你要下水之前啊，一些基本的动作要会啊。下面真的有我的助理教练哦。好，会好好的教你一下。好的。OK， 好，来，来吧。干嘛？没干嘛，走，我们一起。没有下雨，没有遮阳的效果。来来来来来，哎，来来来，哎，不得了，不得了。你旁边这位他不是普通的教练，他是世界冠军级的教练，是嘻嘻哈哈，不是我，我也不是嘻嘻哈哈，我是嘻哈啦。从外太空找到擎天钟，从外太空找到擎天钟。这里为什么说是世界级的教练呢？因为他们培育出世界级的选手。那位选手叫什么名字 ？Kimber。你叫什么名字 ？Sally。你老公叫什么名字 ？Hunter。好，因为他老公就是。金牌教练，她老公叫什么名字 ？Hunter。世界冠军叫什么名字 ？Kimberly。他叫什么名字 ？Sammy。他叫什么名字 ？Sammy。我叫什么名字？你叫什么名字？神经病，神经病。我帮他们做那个后置效果，他们经常都会有吴孟达。哎，我没来，我真的不知道。一来吓一跳，因为我总觉得滑水冲浪这种事情是阿豆啊在干的事情。没想到台湾还可以训练出世界冠军哦 ，Kimberly， 陈芳宇啊，我跟他很熟啊，玻璃心啊，超级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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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那你比较黑还是你老公比较黑？我已经很白了，因为我才哦，你这样算白哦，才刚生完4个月。你在冲水界算白人啊，冲浪跟滑水简称冲水了，所以冲水界你是白人，啊，你老公很黑，还好，差不多就是这个黑度这样。他那里黑吗？腋下啦，哎呦，腋下，哎，腋下不容易黑的呢，他腋下也黑哦。腋下这个黑，哦，你没看你那黑啊，快吐。你会看吗？我老婆都帮我那么看，我还亲呢。因为我从小有奇梦控，你知道吗？奇梦喜欢吃什么？奇梦是谁？他叫什么名字 ？Jamie。他老公 Kimberly。世界冠军。世界冠军。Kimberly。世界冠军。啊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玉涵。你打上瘾了你？滑水运动是一个快速消耗体力的。因为我之前是真的有拍过，哇，那个真的要求。像呢，你20分钟都嫌太久了，五分钟，你那个脚，哦，完全没力。冲浪也是很难，冲浪光是维持这个姿势。对。对呀，他们都会这样哦。你被打太久，还会保持平衡。为了生活，我可以忍。好呢，侮辱中国武术。好，我们开始要认真训练了。好。啊，因为他手长脚长啊，啊，诸多不便，稍微要费心一点哦。屁股靠近脚跟。哦，靠近很好，哎，可以，哎，那这是你的方向盘，把方向盘移到左边，
哦，站起来抓住力哈，来膝盖往前顶，好，保持平衡，像一个冲浪的人一样哈，保持平衡，手张开，然后你就可以放松冲浪了。不像那个。头脑一片混乱，他是谁？他是谁？世界冠军是谁？他老公。这条有在卖吗？这个有新的在卖，这是叫干嘛？我拿回家训练，拉不拉多？哎，不用很好了啦，赶快在右下角订阅追踪，支持威廉省欢乐秀。OK， 所以这样子可以到。河边去了，对，我们到河边去。OK OK， 哎，非常难哦，到河边来，我们从前走一条路去，来，从前走一条来，来来，哎 ，Magic， 太神奇了，我在这里，我怎么会在这里？我在哪里 ？Unbelievable， Marvel，Marvelable， 漫威再加 able 就变惊奇了，这样。我先跟你提醒一件事情哦，这个河啊。我上个礼拜有来过，约张伟忠老师啊，最近喜欢打麻将，打着打着哦，我一张那个90,000哦，哇，当大力兵而来，对，这个时候多离奇，你知道吗？有一个河神女神就冒出来，她问我说：“你掉下去的是金90,000还是银90,000？”啊，我的人就是说没有啦，就普通的90,000而已。哦，你这个人很老实，来吧，我金90,000、银90,000，通通都给你，结果害我大相公。你现场很好笑，他干嘛？我电视里面不好笑了。OK， 等下这个船要开出去哦。对啊，我现在在缓解你的紧张的心情，开出去就要见真章哦。来，开船，我玫瑰扎波一几缸准。哎，说一下，我不要。现在感想怎样？感想哦，我觉得做你没做过的事情叫做成长，做你不敢做的事情叫做突破。Yes， 嗯，挑战自我。过了今天，对不对？好，你人生就解锁一样成就。这个水不深啦，应该你踩得到地啦。Good good， 来，感谢。Good good， 对呀，你是小钟哦 ，Dancing good good， 好啦，你也好。Good good， 啊 good。Everybody， good good。好好，那我们再穿一件好了。好，穿两件，为了你。穿两件，你是冲浪界第一个穿两件救生衣。我们的一个教练也是站不起来，后来现在变教练。好，来。啊，真的、啊，他那时候站不起来是因为车祸还是怎样？好，来，大家对，我站服了，两件看不看？哎，你整个浮起来了，玉涵，你现在就像一艘船呢。我现在可以走秀了。对呀，哎，来，玉涵，水中走秀 ，Let's go！ 哒啦哒啦哒啦啦，哒啦哒啦。我知道你在缓解我的紧张。你不要紧张啊，你现在的浮力比保利龙还强哎。胸口，哎，玉涵开始露出自信的神情。屁股靠近小腿，哎，太成功了，来，会成功，会成功。屁股靠近小腿，对，学习状态。稍微用力就对了吗？一点点，手不能弯就对了。好，手不要弯。对，眼睛看左边，跟着往左边移动，跟着往左边移动。哎，很棒。屁股靠近小腿，对，成功了，手打直，给点速度，你就蹲上去喽。好，来，看左边，看左边，哎，很棒，看左边，对，成功了，成功了，耶！好帅，好帅，好帅，太励志了 ，Unbelievable， 拉巴布。看远方，站起来。厉害，看我，来慢慢站起来，慢慢蹲就好了，半蹲，这样子半蹲。哇，哎，好棒！可以，好屌，已经很有架势。好，来，很棒哦，来放掉一手，右手放掉。哇哇 ！Put your hands up。看远方，看远方，看远方。好，来站起来，慢慢给一点速度。来，给点速度。这你可以的。啊！站起来了。又跟跳起来呀！来，手指放掉，手指放掉，手指放掉。玉涵，你解锁成就了，玉涵。我有失败哎。太感人了，非常的励志。来，哎，讲一下心得来。我心得是好玩，可以来玩。好累。那来玩冲浪滑水，一定要认名，找哪一家？要找那个 Sammy 老师。啊，她老公叫什么？她老公叫 Hunter。世界冠军是谁？哥伦比亚。我手软。
好，很多人都说香蕉哥一阵子没领薪水了哈，香蕉哥呢，这个是领一年的酬劳，让他跟玉涵女神啊同坐在这个叫做沙发冲浪啊，中间呢，香蕉哥会进行真心话老实说，好啊，你如果回答不老实的话，香蕉哥比一个大拇指。就表示呢，传速会加快，传速越快，翻的几率越高。哎，你们先那个彼此加油。好，来准备，船启动。慢一点，拜托。我们一路开啊，开到台湾海峡。好紧张哦。要到一个速度哦。嗯，哎，调情了。在那边调情，还没开始哦。哎，你看一对璧人儿，对不对？看起来多登对啊。来，来，我们加快，加快，来，加快。哎，突然加快，吓他一跳。好，真心话，老实说 ，Action。哦，他说加快，加快，来，时速180。好，再加快，再加快，再加快！啊啊哟！大回旋！哎呦喂！哎呦喂！来，最后的大绝！啊！香蕉，赶快有人去救香蕉啊！他游得很好了，去求生意很好。哎，香蕉会游泳了啦！哇，好着急哦 ，GoPro 没怎样吧？好玩吗？好玩。阿森米的老公是谁？那个 Hunter。OK OK， 来上岸上岸帮你们、帮你们办个法会。给玉涵掌声鼓励。刚刚哦，很刺激，惊而不险呐、啊，因为两层救生衣嘛，你只是单纯怕水而已。哎，今天哦，你那个穿这个泳衣哦，身材呢展现无比，真的是哦完美匀称。谢谢。但是我不知不觉察觉到，哎，这个刺青啊、哦，这个、哦、我看一下啊、哦、，P O P O 下面 P O N G P O N G 痛。哎，你这个刺起来还蛮有美感的。谢谢玉涵哥。我一个朋友是这样啊，女朋友叫 Wendy， 他就在他那里哦，哇，那个更复古了。是在哪里？就在他那里、啊。真的假的？他那里啊，他就刺 Wendy W E N D Y， 那个地方会揪嘛，哎，去揪的时候变成 W Y， 啊，后来他就夏威夷玩，看到一个人呢、啊，他们一起尿尿，啊，被他看到，被他看到，啊，他也是 W Y， 然后说，哎。太刚好了，跟他握手，你知道吗？你女朋友叫 Wendy。No no no no， not my girlfriend。那你原来是吃什么？哦，他原来是吃 Welcome to Hawaii and enjoy your holiday。讲到夏威夷啊，疫情期间大家也不能出国去玩。真的。嗯。我还蛮怀念那个，我很多年前去马来西亚，哎，那个双子星。对呀、啊。双塔有没有？对呀、啊，哎，看一下照片来回味一下，对不对？这个地方哇，好漂亮、哦！里面呢，美轮美奂，它也好逛好玩。我们不能去，对不对？对。但是我今天特别呢，一定要带你去。好啊。但是因为没办法出国，我帮你准备好了。票吗 ？Surprise！ 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这就是双子星。对啊，礼物，哎、有你有什么想法？哎呦，这个。哎呦，这个是什么烫衣板哦？老板在下，这是滑板的啊。哎，就是刚刚你在冲浪那个，对对对，啊，对啊，这样。你有跟老板讲好吗？这个有点贵重。
有跟老板讲。哦 ，OK OK， 哎、欸，这个下一个来宾如果收到，很开心。然后他也喜欢冲浪，对啊，的话那真的是太好了，太好了。好，那我们就把这个送给下一个来宾。好哦。阿内，谢谢。那、啊、我下一趟行程要继续了。啊 ，OK， 哎呀、啊，你在那边继续练习啊，继续练习。好，对对对对对，你今天你说的對對對说得好。OK OK OK， 好。好了，拜拜哦。那个，哎、欸。这个收好，对对对，对这个收好，好，好，下次见啦，好，拜拜拜拜 ，see you，see you， together forever， welcome to Hawaii and enjoy your holiday， 拜拜拜拜，看烟花去练习的画面，那你就靠近，对，你那么贵，好花的，我觉得今天过后你花一个礼拜的时间让自己会游泳，然后你会游泳，你不怕水，我觉得三两下哦，你就可以很厉害。希望下次乌石港可以见到你。OK， 不是叫你去吃海鲜哦。你吃过的苹果还放在摸吃。我吃过的苹果现在还在你家。没有，那时候你们走的时候留在那边。嗯。然后我搬家的时候，嗯哼，你知道把地毯一掀开，你贴的那个胶带，停车格还在家。